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午安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进大池的池西岩瀑，这边是澎湖，我是在地澎湖人。哦，我不要暴露我的那个名字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太多人来。我跟你讲，这边是我认为澎湖最美丽的那个泉源啊。它的泉涌颜色是有弧度，非常 beautiful， 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很少有游客知道。对，我们这次就是要介绍，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个池西岩瀑有多么美丽。是，对。它如果下大雨的时候，它会从上面流水，好像瀑布一样泼下来。然后，我们这位大姐是从哪里来的？有海。